你认为我，比如说我张志霖，我想要来加入哪一个组织，然后我希望来担任理监事，或是担任什么干部，你都可以跟我讲啊，我们会把我们的组织纳入马上纳入你的像列名哈、哦，那当然我们就是会纳入这个通知，但是我的要求就是很简单，开会的时候，你请外回机要令冷盖两次没有来，我就是删掉，因为代表你没有时间，那你又有时间再进来，没有时间就我就删掉，一件事一样，我每一个人都一样，这、就是我的组织比较要求比较严格啊，就是说你都不要来开会。啊，是你即摆无时间，你有人无时间开会，啊，连开会都无时间，我就不卖来啊。除非怎么样？除非他参加活动很密集，啊，他可能开会的时候没时间，那没关系，那个 OK， 大家都可以体谅。但是你若连基本连开会都不爱来，我连组织我就是